吹牛，让你吹牛，我让你吹牛，还吹不吹牛？还吹不吹牛？还吹不吹牛？你们别以为拿这么多卡包就想吓唬住我，我可是有两张最厉害的卡牌。又又又又又开始吹牛了，两张就想抵御住我们的千军万马？让你也不敢。好，那咱们就说好了，今天只出女奥。没问题，我先出个格力桥，奥特曼。格力桥，交给我。巴罗萨星人，乌因达姆，蝉人类，芝庞顿，贝斯奥特曼，就是你了！发动格兰尼姆光线。我大招还没放完呢，怎么就消灭了？哼，这下知道格力桥的威力了吧？你别急，陪我呢。阿卡改造海狮王，阿卡奇米巴林斯，阿卡格斯拉王。尤利安和艾迪奥特曼，救出尤利安吧！什么？我的格力桥怎么会被一个尤利安打败啊？这你都不知道？尤利安可是光之国的公主。打败格力桥，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啊！光之国的公主是吧？看我这一张奥特之母！啊！救来了奥特之母！没错，这一下看你们谁还敢造次！不行不行，不能认输呀！马格玛星人，横版卡，混沌黑暗，雷德王 A， 格斯拉王，阿里铜塔，尤尔卡的索拉，就你了，出击！啊，奥特之母也太厉害了！那可不，奥特之母可是最强女战士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没事，我再拆一个祭奠礼盒。查尔卡的戴拉奥特曼，不是的。也没有女奥特曼呀！哎呀，你看看我的吧！阿卡摩格巴萨，阿卡戴亚伯里特，阿卡贾菲利亚奥特曼，阿卡加拉特龙王，阿卡乌拉，尤阿卡卡路米拉，就你了，卡路米拉！什么？卡路米拉？这下有救了！看来得用那一招了，奥特之母，召唤奥特六兄弟。说好了只出女奥的，你怎么召唤出奥特六兄弟了呀？我是召唤出来的呀，我又没出奥特六兄弟。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卡路米拉，召唤怪兽军团。什么？你也召唤？彼此彼此而已。怪兽军团，快消灭奥特之母！那是不可能的，奥特之母代表战。快上军团！